大家好，今日系2月25号，我呢个飞雪秀，我呢飞雪秀嘅系二手朋友，我是今日嚟睇睇朋友五天呢，睇下咩个效果。吴忠哥，个花费浪咩？收花。通通嗰啲花全部坏咗，现在个孙悟空，你想开个视频都系讲用花得来红花，即系请人个红呢，可能个呢个花得来，你有冇睇得清楚？我啊，放啊白金，水就三包花得来，两包还是40个，嗰啲起嚟就系又系神武丁，个老太捧着50毫升。人排蒙的路，你讲我同样有本桶水，有冇流失？有个花得来，有冇得见？我敢讲哦，用呀，就是五种花得来，五种花得来，那个我也是来，他们帮我去催熟个，估价楼台旁。我只系工农土个老太棒，150泰仙个，听佢个花就系嗰啲好果，嗰啲嫩果、幼果就可以杀死只啲。想到嗰啲粗粗个出嚟，我呢个诶，全部都是做喺嗰啲嫩果就老丢诶，整个老老个出嚟。咁样呢就是用嚟做花，做花个好果全部都系晒黄色噶。坏王，我那个是根本坏，坏在那分那发工，发工都没坏，坏在那分那皮，我跟也听是狼路的，坏在那分那皮啊，坏发工了，分都够量吧，文雅，我跟也听是好走，你就坏发了，就坏发工了。